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教练。那今天呢，受邀到这个基隆海事参加这个大手牵小手训练营。那我今天负责的训练的项目是个人的基本动作。那希望今天带来的课程能够让学员们能够收获满满。那我们拭目以待喽 ，Go！今天的训练呢结束啦，那我今天主要带给大家的训练呢，在影片中都有。那除了运球的手腕的运用，还有手腕的技巧，还有 in and out 的一些横向的、那直向的拉球的一些变速的动作，带给大家。那今天呢，小朋友学员也都蛮认真的，也都蛮投入的，所以训练还算顺利。那也希望呢，下次还有机会能够再将。我的所学能够有学校需要邀请或者是邀约，那能够将我所学传承给更多的小朋友，那让他们能够在篮球的技巧上面能够更进步、更精进。那也欢迎各个教练一起来做交流，那一起让台湾的篮球运动能够更好。那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